娘家，娘家，我给你娘家就，你俩就吵了。前段时间我小静子因为脑出血生病住院了，上次我要想去看她的时候呢，她还有点意识模糊，不太认识我们。从小到大，小静子都很疼我们。今天呢，趁着回娘家，赶紧赶俺妈去看看她。妈，走啊！走，看看俺家的小俊伢今天漂不漂亮。好，赶紧走吧，妈。走。等一下，我下车去买点东西哈。哦。现在到精神特价，鸡蛋3.38元。小静现在这个情况适合喝点蛋白粉，蛋白得牛奶。我们到了，小舅家了。哎，小舅。哎呦，小舅。小舅老爷。哎，小的还舅老爷笑了，这么漂亮小公主。不认识。看小果了，看小果了。走，那舅老舅身体怎么样啊？现在恢复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嗯，这个他经常能自己不住拐也能走，能走挺远的了。好，那好，那好，平时工作也比较忙，正好这次回娘家来看看小静。好好好。上次都不认识我。对，是的。我认识呀，小静啊。你是晨晨。哎，就不认识我了，来这回认识我了，挺好的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整个。 慢一点，嗯，上次我们去医院的时候，小静好像有一只腿是没有知觉。嗯，对。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恢复好了，恢复好了。啊，专门买的这个锻炼的。嗯，对。他现在就是每天上午，那个就锻炼一个，下午再锻炼这个腰的这个锻炼。 跟近视眼看，这么多年的妈一直很照顾你和静子，有什么好的，什么好吃的，都把她都疼爱疼的那。对吗？可疼我了。<笑>妈把你当成小妹了。好看。你这还蛮漂亮。这么多年，你妈妈可疼我了。嗯。你看小静这些年确实也挺不容易的，俺小舅呢一直在外地打工，俺小静一个人在家要照顾4个小孩，还要照顾俺老娘。 就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然后还要养猪，还在超市上班，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。这么多年，那小静确实也挺辛苦，挺好。对，小静一直都是那种任劳任怨的。小静来，来，直接搁嘴里吃，直接搁嘴里吃。哎，对，对了，好吃吗？小静有时候跟小孩子一样，真的生个病之后，看像小孩子一样，很可爱了，是吧？ 还怪甜。之前老娘在的时候，我跟俺妈呢经常过来，然后近2年老娘不在了，加上我又嫁人离得比较远，所以来的次数就少了。不知不觉老娘都快3年了，是的，好快啊！娘家娘家，我给娘家就是来的就少了。现在老娘确实，哎，好像还在那个房间一样，但是，嗯，再也不在了。 就是我的太小了，挺想你吃的。行，给你吃的。一定要好好的，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的。你每每到好吃，好吃啊！下次再上我们家，让太太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对，上我们家去玩玩玩。等我好了，我肯定去你们家做客。嗯，欢迎小静，欢迎小静。我以前不说普通话，嗯，现在也不知道学的怎么说普通话了。说。<笑> 我小舅子呢，老家是山东的，然后一直说的是山东话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生病之后，开始说普通话了。小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也搞不懂了。小静，哎，看朵朵是不是长大了？朵朵，朵朵长大了。长大了吧？朵朵，小静，我都是你看着长大的。是的。我记得你刚嫁进来的时候，我才7、8岁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那会我还很小，现在我都有自己的小孩了。对，是的。跟舅老娘抱抱来。 哎，朵朵还会玩嘞，是吧，朵朵？朵朵，你说舅老娘，你抓紧好起来，到时候我跟你一起玩。嗯，手抓得紧紧的。再见哈，来了也没买什么东西哈。不要。不是，小静，你听我说哈。不要。我和晨晨谈对象的时候，晨晨就是说，暑假的时候老是每年暑假都会在你家，然后你拖着上衣裳带他去赶紧买好吃的好的给他。 小时候，俺小静可疼我了，还有舅。
把我当自家小孩养。你自己缺点什么，你就自己买吃哈。不要。留着没事，小静哈，我们这样长大了，我们有能力了哈。赶紧把身体恢复好，然后上我们家去做客。好，我来开车来接你。好嘞。好嘞。我也好了，我等着上你那里去玩。嗯，玩。小静一定要保重身体哦，多走一走，动一动。谢谢我们走了哈。好。小静，你不别送，别送哈。好，我们走了，常来看你哈。